Shalom, Shumi, Ezra. Shalom, 平安的意思。Shumi, 我的名，我的名字。Ezra, 我的名字是 Ezra。这样的意思。再来，Shalom, Shumi, 我的名,我的名字, e Ezra, z r a 有取得希伯来语第四集 i n t e r e s t i n g Hebrew第四。我们唱，有的时候我们会讲现代西班牙文的，这个呢很好玩的。所以学习希望一定要快乐。 我们今天还是会去阅读练习今天的经文，也是很容易看懂的。约书亚记十二章第十到二十四节，蛮长，可是大家会都马上会看懂啊！第十节这里的字体呢，这里字体下面的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多一点熟悉不同的字体吧。 啊、呃，这里有放了 accent 中音，就是标点符号的功能的。呃，这里下面呢是一节开始没有放这个标点符号的功，有标点符号功能的这个 accent 的中音呢，我们会慢慢说明的，而、呃、不要太着急了啊。Melech Yerushalayim Echad，Melech e f r o n Echad，这是我正常的速度、平常的速度来读的。好、啊，我们现在看，这是 me。 me me，这是 a 的母音，这个 accent 我们不要管它的，不要管好不好？可是我们只有这个是重音吧，把嘴 me，就是重音在这里 m e l e 这样，不是 melek melek，这个要注意。可是这个我已经说了标点符号的功能吧，我们以后也要学习的。这个母音是两个点里上是 me，这个 lamet a l e ch, 呵，这个两个点这里是没有母音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讲。呵。 这样 m e l e h 就是 final form 一个单词的最后用这个，另外的是 cuff 中间或者前面不是这样这样的 c u f f m e l e h 是王的意思 m e l e h 再来 m e l e h 这里呢 y o u 的还有这个 a 一定要发前面的吧耶，yeah, 所以我们发耶，这个是 rish r 乌耶鲁就是 sh 就是啊耶路撒，这、就是 accent 耶路撒。 耶路撒这个有这个两个一起来 accent 的，我们不要管它。这个拉梅啊耶路撒拉，er、ala, 这是 mem m 耶路撒拉不对了，这里小的点看到吧？这里呢，现代希班平拼成会再在,在这个 u 的在这里，然后呢 u 的下面放这个 e 的母音下面的一个点是 e 吧？ 예루셜라可是,圣经抄圣经的人他们已经没有这个义务的放在第二个位置所以直接放这个母音예루셜라这是我们接受做好了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不需要反对 m Yerushalayim, e 예루셜라예루셜라大家知道吧就是耶路撒冷那么 m e l e 예루셜라임的关系是什么呢两个名词后面的名词呢平常我们是所有的它就是 呃，捆绑他这个怎么说我也不知道，就是限制他了。这是耶路撒冷的王，the king of Jerusalem 这样的意思，Melak Jerusalem。你不能说 Jerusalem Melak，这个不对的，希望是 Melak Jerusalem。那么 Ekhad 这个两个等于上面这个是 accent，所以 Ekhad，所以这个我们暂时不要管了。这个 Aleph 没有声音，Adomun，A Ekhad Ekhad。A 一个的意思，one。Melech 耶路、er、撒冷 Melech 耶路撒冷王，一个这样的意思。Melech 啊，出现的另外一个 accent。不要管它。Melech 王 h e v r o n 这是很强的 strong，强的那个 h，这是 a 的母音，这个 v 没有点，所以 v，这个没有母音的，表示没有母音的这样的东西，have。 have 这个 accent 不要管它。r u n h a v e r u n s h e b r o n 希伯伦 h e r u n m e l c h h e b r o n 希伯伦王。א ח d 一个 a א ח d 这里另外一个 accent。再来 m e l c h y e r u s a l a i m a א ח ד m e l c h h e r u n a א ח ד 我们现在有那个中音的，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呢？Melch，这样 y e r u s a l a i m 我们在这里 y e r u s a l a i m a א ח ד m e l c h h e r u n a א ח ד 这样，这个要注意的。 Melch 耶路撒冷的 a 德，Melch Hebron Mechad。啊，不难吧？这里是一个名单啊，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在灾难战争很大的战争，他所占领的，他所杀的这些迦难王，一个一个的名单，是一件 Melch，我不要解释吧。y a r u m u t 不同的字体，哦，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看呢？Yar 这个也是没有那个母音的意思。 表示 Yarmouth，Yarmouth 是一个地名，我们不要翻译吧，都是地名。Yarmouth 的王，e、一个；Melech Lahish，Lahish 另外的地名，重要的城市。平常中文是垃圾吧，Lahish 王一个，一个的。再来，Melech Yarmouth 一个，Melech Lahish 一个，e ad, e、ad, 啊，这样会越来越快。说一嘴，Melech。Me Eglon，g 这个 E g g 也是一样的，没有木音的意思。Lon，Eglon，g e heart a 一个。m e l c h g e z e r 一个地名。Gazer，王，一个。g e z e r 这个 Gamma 啊，对不起，Gamma 是希腊文 g i m m e l 希伯是 Gimmel。我偶尔因为我教希腊我教希伯兰，是有的是有这样的 confusion，对不起了。Gimmel，我们不说 Gamma。Gimmel 的点里面的点不会影响它的发音，就是 Gimmel，就是个。 Gezer，אחד、e 啊。再来 מ ל e א ג ל m e l ח ד מ ל e ג ז ז e אחד。十三字，מלך דבי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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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这是要发的。ד r e ר 加了一个点，的带来里面不会影响的。דביר 这个有受影响。דביר 这是 ב，א e ad, De v ד r e ר one 一个，啊 e ל ך

这个是闭音，再加上没有 accent，没有重音。当然，我没有标示重音在这里，可是我知道重音在后面。哈尔玛、霍尔玛、智慧的也是一样的发音。这个是 o，又不然是 a。哈尔玛不是哈尔玛，哈尔玛不对，而且哈尔莫也不对，哈尔玛才对。梅勒哈尔玛，埃卡德哈尔玛王。 一个，我不知道用这样的，比较负面人家不会的来安慰大家行不行？我也不知道。以色列的犹太人啊，他们有这个错误，知道吗？很多我注意到，很多人不会读这个。梅勒·霍尔 h a r 梅勒·阿拉德哈德，阿 d 德啊。若你能发那个阿不错了。我也不太习惯了。一个，四 梅勒赫阿拉德·埃哈德，数字梅 livna 也是没有梅尔什母音的利 m e l 哈德。梅勒赫·阿杜拉姆啊，这个有 wu 这个写的三个啊，这个是啊阿杜拉啊的母音呢，至少有一个那个一个线一个 line，我们都分得出来。阿杜拉 m e t 里面有点没有点，不会受影响的发音一样的。阿杜拉姆埃哈德，阿杜拉姆王一个，再来数字。 ملخ لفنا خاد ملخ أدولا ما خاد أم دي شجع داو ملخ يروشلائي ما خاد ملخ هفرون خاد ملخ يرموت خاد ملخ لخيش خاد ملخ أغلون خاد ملخ جزر خاد ملخ دوير خاد ملخ جدر خاد ملخ خاد ملخ 멜렉, 리브나에 가드. 멜렉, 아둘라메의 가드. 아, 오면, 하메제 쇼러, 시료제, 샤워에, 빠一 멜렉, 마케다, 마케다, 그이마 마케다. 저거, 헤너, 챔면 무인, 온부파, 저거, H.

记得吗？这个 h a t 有 r、啊、的母音，一定要让给它。你不能说 tapuah，、no、诺阿，诺亚的名字。ruach 是零或者风的意思，一样的。tapu 这个有点所以 p 等于乌。tapu 这个 h a t 呢一定要那个让让给这个母音，所以 tapuah 这样对。你不能发 t a p u a 只有这个单词。还有 i 和 i 是听不出来，tapuah。Ta 记得好吗？Melech tapuach 苹果的意思，apple 这是地名在这里。Melech tapuach ehad 的一个，Melech hefer ehad 是七节。Melech tapuach Melech 的中文是前面。Melech tapuach ehad Melech hefer ehad 是八节。Melech afek 可以吧？没有点是 f afek ehad。我不想翻译吧？afek one 一个。Melech לה אחד, לה שרון קייבה, לה שרון מלך אפך אחד, מלך לה אחד, שזהו זה. מלך מדון אחד, מלך הצור אחד. זה גם הצור 二是 ,Melech Shimron Meron, 这个我们不发嘛所以 Meron, 这些 Meron 就好啦 eh, r 的。这个名字这么长 Shimron Meron, 这个地名。这个地方都往一个。Melech Akhshaf, Akh, Akhshaf, 这是 Shaf, 这是 Pay 的那个 final form, 最后一个单词最后出现的时候用这个。要不然 Pay 在那里呢这个这个一样的这里有 Pay, 就是 a k s h a f 这样的。

但但他有一点怪怪的，他那所以我们还是会发发那个他那一个地名。这个没有母音的，所以呵呵这样的音塔纳王，很好的一个。梅勒梅吉多那个出名的梅吉多，梅吉多很好的梅吉多王一个。梅勒塔纳很好的，梅勒梅吉多很好的，而且这梅勒。 他得学好的，不是要翻译吧？没来，这个呢，yoknoam，这、就是 yok，这没有中音闭音节，yok，这个没有母音的是 yok，不是 yak，yok。这个呢，哎呀，很久没有看，就是说，哦，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啊一样，这个两个点是一个一起来，是哦，哎呀，太挤了，这是啊，yoknoam，yoknoam。欲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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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地名，Yoknuam 王一个，可是 Yoknuam 在哪点呢？Lakarmel，Lakarmel 是扎米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附近有这个 Yoknuam，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地名就好了。Yoknuam Lakarmel 王，还哈一个，再来，Melek Kadesh 哈的，Melek Yoknuam Lakarmel 哈的。

这个呢，就是两个是连在一起，这样没有什么重要性。可分开，没有这个也可以分开，也没有这个要分开的，那个不重要。可 men la、ah、him，我们读。 Melachim 怎么呢？这个 Melak 有关系吧？Melak 是一个单数，a king kings,。Melachim 是 k i n g s k u l l Melachim all kings，所有的王这样的意思。Shloshim，Shloshim 啊，这是 sh，这是要发 a 或者 sh 没关系。这个 lamet，这个呢本来是 sh，让 sh，i 这个是一 sh。i m 我刚才读的是旋旋“训”，训听到吗？这 “o” 的母怎么了？“o” 的母是一个点在上面，可这个“训”本身有上面右手边有一个点呢、啊。啊，你不要，就是写两次吧，就是剩有一点墨水吧，就用一个点来。 做两个功能，一个是 o 的母音，另外一个是本本来训的那个右手边上面的那个点，所以这个一个点有做两个功能的了。所以我们还是 shlo shim 这样三十的意思，三十 shlo 其实是三 s h l o shim 是战士，ves and 和。 ve 哈的一个三十一，三十和一就是三十一吧。所有的王就是三十一。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杀的渣男王这么多三十一啊，这是杀人的名单啊啊，好恐怖啊。melach tishah 的 kol melachim s h l o s h 我稍微快一点，我现在不要用这个钱币来表达，你们跟着我吧。我在哪里？我不告诉你了。 ملخ مکدای خاد، ملخ بیتله خاد، ملخ تپوگه خاد، ملخ هفره خاد، ملخ آفک خاد، ملخ لشارون خاد، ملخ مدون خاد، ملخ هتزور خاد، ملخ شمرون مرون خاد، ملخ اخشاف خاد، ملخ تانخ خاد، ملخ مگدو خاد، و سنجاش 22 زلا

一般来说比较难，比散文一般来说比较难。可是我们唱歌很快乐、很轻松的。还是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啊，中文是当章，你的事。我们等一下说明，交退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等一下说明，RSV 的翻译，commit your way 啊，这里有 way，中文是 sure t o the Lord trust in him and he will act。 这里有 act，中文是成全，有一点不一样。你看每一个我们这 versions 的翻译的呢版本呢，他们翻译的说从西方稍微有距离，所以版本版本之间还是有差别，所以我们还是回去西方看最好的。呃，第一个是 g o l 这个 accent 我们还是不说明了。g o l al adonai，我们现在读亚伟好了，唱的时候 adonai，可是我们现在比较喜欢读那个亚伟，也后啊。g o l al 亚伟 dar 开哈到这里、哦，我还是这个 accent 的呀，说这个是我们说 Caesar accent，开撒是皇帝吧？皇帝中音一定要停下来，这里一节里面一般是在这里结束的，这个要记住，好不好？这个这个东西，滚有没有听到滚滚滚滚滚嘎嘎嘎？那个轮胎的声音，你就是这样那个滚的意思，那个滚滚、那个、你的轮胎滚的声音吧，滚滚。所以 gilgal gilgal 是汽车。 干裂日是咋地的？这样的都是那个地形是这样的，上下那个山谷、山谷这样的地方，就是跟“滚”有关系。“滚”是就是你要滚，你要滚命令的，所以你要当糟蹋或者依靠这个不塌，等一下“不塌”是依靠的，差不多一样的意思。这是“滚”，我直接用那个本来的意思。你要滚滚什么呢？要月王或者道，这个是这车。 这次呢有很多意思，就、这个、是平常是 on upon 的意思，在这里呢滚到耶和华那里。我们这样的比重看，好像是很清楚，比较具体吧。Golal Adonai，Golal Yahweh。我们等一下唱 Adonai，我们还是 Golal Yahweh 好了。Dar k e h a d e r e k 是道路的意思，道路 d e r e k 是男生你的这个代名词滋味尾巴。 啊 d e r e k 单独的，可是后面有哈，它的母音会变的。原则我已经说了，不要不要研究它了，就是习惯就好了。d a r k h a d a r 是一个音节 d a r k h a 你的道路，把你的脏，张你的道路，就是滚到一话那里？哎呀，这么好听。goalal 遥 d a r k e a 我们每个人有人生的道路，我比较喜欢道路这个诗呢，有一点不是很多，对，是一部分而已。 啊，所以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就是滚到圆华那里，就是找该圆华就是这样的意思。Gol al yahweh dal keha, uftek。我们唱的是 uftek，uf 是并且，uftek 是一靠我们已经看过的这个 u f t k 我们会这个 u f t k 就是做一个音节，有一点难。uftek 就是一考，有的是 uftek 跟那个这次 b，我已经看过的，这里另外的这次呢，r，这里 r 一样的。 两个两个都是一样的，就是依靠某某人前面那个放那个二，这个 a c c e n t 这个有一点怪怪，不要管它。a love 我们就是 a love，这个我们不对，这个有的这个有 v 的话直接读 a, a love a love a love，这个是男生，他就是 ufak a 是依靠。 那个爱后面有依靠的对象，所以我们要我们的意思说，你要依靠这个也是命令。过利亚，你要依靠他，我们是拼行去吧。滚到耶和华那里，依靠他是一件事情。当然，这里的他是耶和华。وَفَتَكَ أ َ这个 v 的并且 可是呢，希班牙的生经的希伯很很单纯啊，所以一个单词可以表达很多吧。我们看上下文的关系啊。若你依靠耶和华，依靠他的话，那么大概这样的感觉了。那么他就是男生的他，他就这个重文的，他就不错了。他就亚塞阿萨这个这个人是 to do to make 做。 行这样子呀啊，在这个前面的 u 的呢 y 呢男生的他，这我们是 imperfect 未完成的动词，我们以后会学习的。放这个 u 的的男生的他会做，他会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有我们的道路，或者滚到夜晚哪里，或者依靠他，那他自己会处理。我这样理解的。 嗯、啊，他自己会处理，给耶化处理。我的事情都是耶化的，事情我的道路就是他的道路。我不是要负责负责人的，就是交给他，他会处理的。我这样理解，这么美。所以，我们直接看圆轮这个有真的味道不一样。我们再来 g l al y a w d r h a uftak alav v h u yas。我再来说，这个 y a 我们唱的是还是阿东奈。 还是一样的方式，我就是很久以前，应该十九年左右，十八年我也忘了，十八年多之前就是录起来的，啊，这个是重复的。我们读这个歌词，然后呢，唱就是放两次的了，跟着他唱，这个比较好听的。s m thirty seven five。l Golal Adonai, darkecha. Uvtach alav, Uvtach alav, Vehu Vehu Yaase. Uvtach alav, Uvtach alav, Vehu Vehu Yase <Golol> Gol Gol Golal Adonai, darkecha.

应该刚才我们学习的歌，你知道在哪里吧？这是在我放在 YouTube 的 Learn Hebrew While Sing，好多不是单单一节。我现在这一首歌呢，现在快要唱的也是都放在第一集里面，所以你们直接唱那边没有这些，多一点放那个这个 YouTube 的 Learn Hebrew While While Sing 第一、第二、三次继续下去，好多可以学习很多歌的。 今天的第二首也是诗篇，诗篇二十九篇十一节。May the Lord，这个英文的大学的 L 大学的 O R D，这是亚伟耶和华的。对，May the Lord give strength to His people. May the Lord bless His people with peace.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这里有力量。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这里有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这里呢，bless his people with peace。你看英文、中文稍微不一样，我们看希望来做决定吧。我直接读亚约，虽然我们唱的是 d o 阿 a 奈，亚约是耶和华，那个母音不管，不要管它。这是 accent 暂时我们忘记吧。Oz 是力量的意思，力量。呃，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Uzi，Uzi、呃、是以色列做的那个机关枪吗？那个呃，那个 machine gun，呃，那个 Oz Uzi。 was 是力量的意思，le a m 阿姆 le 是 to，呃给 to a 阿姆是百姓的意思，阿姆 was l l 他的这是代名词的字尾，to his people 给他的百姓的意思，itain itain 本来这个是 n 看这里，noon 是掉下来了。这 u 的在这里侧面是男生他，他他给的意思。这个呢，我们慢慢会说明。这个冬至呢，不复杂，不像希腊，希腊复杂的不得了。啊、呃，西班牙的冬至呢太简单了，我觉得西班牙没有什么文法的。我看很多西班牙的文法书，在先界里面做那个招财的这样的文法书啊。 他们这些呵，我对不起，我说这一句话，我我可是我我是确定这样讲啊，这样他们呢这些人呢、啊、出这些书的，把单纯的东西弄得很复杂，这方面他很有问题啊。西班牙是太单纯、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可是我看西班牙的很多文化书，我是很喜欢文化的一个人啊，他们弄得太复杂了。我为什么这么单纯的东西弄得这么复杂？我不知道。

to bless 的意思，to bless 耶瓦雷克是 he blesses，他祝福的意思，他赐福，他祝福都可以。耶瓦雷克耶阿恩，a, 这动词的变化慢慢来。耶瓦雷克这样，你看他赐福。 at 是中文的将那个宾格或者直接说格之前把什么将什么这样的东西，刚刚西班牙有这个 at，英文没有表达这样的东西，可是中文有将什么把什么 at 阿莫这里有阿莫他的百姓他的名，这个耶和华需要这个宾格，所以耶和华 at 莫耶和呢他赐福或者呃祝福他的百姓。 用什么来赐福他们呢？Va Shalom，这个 Va 呢，这个节词呢有 with 的意思，用的意思。平安，用平安来赐福他们。所以中文的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也可以。那 Bless his people with peace 也可以。我呢，这个平安是一个福，这个中文是平安的福是一个名词，可是这里没有名词啊，就是耶和华给他的百姓是什么呢？就是平安。 平安来赐福他们，啊，就是平安就是一个福字，所以中文还可以了，可是那个味道有一点不一样。那个那个我也不知道，这个看中文、看西伯文、看英文，那个每一个味道不一样。但我很喜欢直接看原文啊。如果你懂西伯文，就是最好有味道的就是原文。比如说我看以赛亚书啊，以赛亚的文章好棒，我很喜欢以赛亚的西巴文。 那翻译的东西没有办法，就是必要。就我我就是没有兴趣看翻译的，特别以色亚说，那以色亚说，他他的西班牙好棒，我常常笑话他学书的，学书的时候一定要笑话他的，他的表达能力很强。对，好，亚伟，我们唱阿 heim, 的阿多那、e,，亚伟，Oz le Amoiten，亚伟，Evarik etamo f a s h i l o m 也是一样。 等一下，过去的我，过去的我，大概十九年左右之前的我，年轻的我，读这个歌词，然后唱唱，其实一遍，然后就是呃重复这样两次放的了。Some twenty nine eleven. Adonai, oz le amo eten. Adonai, oz le amo eten. Adonai, oz לעמו יתן יהoverlineח את עמו ושלום אדונאי אוז לעמו יתן יהoverlineח את עמו ושלום אדונאי אוז לעמו יתן יהoverlineח את עמו ושלום יהoverlineח את עמו ושלום

아도나오스레아모이텐 예바레케타모바샬롬 예바레케타모바샬롬 아도나오스레아모이텐 아도나오스레아모이텐

耶瓦雷克塔莫巴沙尔姆。而这一堂课呢，从约书亚记十二章开始，用那个约书亚记十二章认识那个呃，认识阅读。希望今天让唱两首歌、呃，差不多吧，不会很累吧？我希望大家很开心呢、啊。还是民书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来祝福大家，要说再见呢、啊。 יברך אדוני וישמלך, יאר אדוני פניו אליך ויחונך, יישא אדוני פניו אליך ויישם לך שלום.